100% 信心，我将一半俾自己，另一半就俾我啲好同事同好对手。嗯。好似都见你瘦咗，都话你输。我瘦咗，其实我应该唔系瘦咗，应该一直都系咁样噶。因为我一开剧个人就比较精神紧张啲，系啦，对自己要求高，咁所以我通常拍剧都系 keep 住会瘦嘅，食极都唔肥嗰种，系大家好恨嗰啲。咁所以因为我一直都未停啊，我套剧就嚟完啦。咁希望完咗剧之后会生翻啲肉。嗯。系咪？哦，个报道严重咗啦。其实我系可能。工作之前忙啫，但系我用中医，我啲人系睇紧中医嘅，但系调理紧嘅身体，又未去到个肾病嘅，只不过可能系个人弱少少，即系可能有啲虚不受补啊，咁所以要食中药调理翻就真嘅。好似你跟住有新剧都推出。哦，新剧嗰度，因为我之前个皮肤系有啲疹出咗嚟，咁。好驚啊！因為一出呢度十幾粒，呢度廿幾粒，咁其實到而家係平翻少少啦。但係其實化妝冚都叫冚到，但係之前真係突曬出嚟，好恐怖。咁所以就同公司傾過啦。咁公司都睇到我情況，發覺其實我咁嘅狀態都幾難開劇。咁所以就變咗原本一套緊接嘅劇就變咗冇拍到咯。而家。